咱山上芙蓉花吼，那个推广吼，加情树建的迄、那个哦联合活动。啊，今仔日来咱各芙蓉花啊相关的哦推广人员来咱参与，尤其是咱桃园哦大红龙花啊，带着三台游览车要来跟咱参与这个活动。啊，咱年度吼，整个就是做一个讲，今年度李树建家境，反正高龄，包括一寡吼加工，也是讲咱这烘焙坊，哦，这计划就是来做一个成果。甲今年哦，总共咱开发的物件，包括讲咱结合咱社区地方甘公所，搁这个农委会持有的工会，哦，伫今年度来做一个，当算年度计划的总成果安尼。路边的野花。
么说？怎么说？什么说？就是咱三兄的欧来说。